我十岁了，好，结婚了。 现在我在夫人宫，这个就是在这逛逛，品尝咖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准备开始录我的第一支美妆视频，然后就现在在天津，然后晚上准备大众地铁去，正好就需要化妆嘛，然后刚好有点时间，然后现在我就准备开始了，然后中间可能会推荐一些比较可爱的，我最近使的比较开心的小东西啊，然后对，其实我上午走之前打了一个底，因为稍微打一点点，因为最近就是可能是晚上就是风刺的脸真的是过敏到不行，就一直特别红那种。擦一点点的水，然后这个是一个妆前乳，然后是我觉得我最近使的比较舒服的一款吧，然后对。OK， 然后一般下雨天的时候只是在眼尾这块一点点，给它一点点垫几下，然后眼线也搞定了，然后噔噔就回到它了。这个真的是带那个星星，真的是闪到像神仙一样，我好喜欢。OK， 眼妆基本就。搞定了，一会儿下下睫毛，然后现在我来打这个阴影，然后我没有选择就是那种要推开那种泥，我觉得那种会特别的比较深，然后又不太容易推开，然后就买一个颜色比较深的一个粉粉吧，然后作为一个阴影，然后我就会用刷子刷在像我之前说的这个比较高的颧骨上修饰一下。然后鼻子上的阴影，我给就是我经常会画到鼻头的时候。顺便画一下鼻翼，这样会让鼻翼看起来更加的小一些，然后鼻头也是有一点点就好，但是就不要在眼睛这块再过多的一个身影的修饰，之后就是高光，比较可爱的生姜高光，嗯，腮红 ，mark 非常可爱的一个颜色，这也是一个 MAC 的一个亮粉，在镜头上的时候我觉得真的会非常吃到这些东西，这个是基本搞定了，然后就再选一个比较适合的口红，大概涂一下看效果吧。 OK， 今天就到此结束了。5、6抖音。抖音。掌声！
Live video from the gala with the Chinese team. Hey guys. Hello. Hello. I just love you guys. Ready? Yeah.